这样的确不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所以你们得帮我去说话，说哦你不对，以后不能电话不接，你去哪里都行，一大男人对不对？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但是你不能说信息也不回，电话也不接，是不是？我不高兴，他也难受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就是那个啥，找一个好男人，但他确实对你很好。这个的话怎么说呢？不能去洗脚房的吗？哥姐们不能去洗脚房的吗？没事吧？我觉得去洗脚房应该也没事吧。就是我只是说他又不接电话又不回信息，这样子不对。我没有说他洗不洗脚那个啥，反正还是说洗脚的地方有美女。你们经常去是不是？好男人是不去的吗？能去吗？哥姐们到底能去还是不能去？正常还是不？什么意思？洗脚的哪里有什么脚？没有，没有的。人家又不是那个卖鸡的，对不对？鸡的农贸市场才有，我妈妈家有。正常的吗？正常的是不是啊？正常的是不是啊，哥姐们？对嘛，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是阿姨和朋友也去洗脚，正常正常。那昨天很多人说洗脚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又觉得很奇怪。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洗脚也没啥，但凡哥非得说洗脚地方有美女，去泡个脚没事是不是？正常是吧？不正常。有打不正常的，正常的去洗脚，正常的你们打个正常，不正常打个不正常，也有不正常的。我想的太简单了啊，是吗？不正常吗？哥姐们不正常吗？正常，正常的就对了嘛。我也觉得正常的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正常，嗯，正常正常。好，不纠结了，没事。没事，不说了哈，不说了，哥姐们，好，正常的就好，我也觉得肯定是正常的。正常是不是啊？你都经常去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太高级了，你们生活都，凡哥回去了没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洗脚也坏的也有什么意思啊？以后你和凡哥一起去，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洗脚多少钱？应该20-30块钱是要的吧，哥姐们，是不是啊？洗个脚应该要，因为毕竟是脚嘛，对不对？有臭脚啊，臭脚丫子这样子的，应该20块钱，20-30块钱应该是要的，是不是啊，哥姐们？对不对？40-50那样吗？50-60吗？70-80-100，几百，夸张了，应该20-30块钱是要的，20-30块钱应该是要的，非常正常。好，修脚才15块，嗯，对，那就是，对，那就应该是20-30块，10-10几块，对不对？200-300，不可能有200-300的，洗脚不可能有200-300的，没那么贵是不是？200-300，没有200-300，你不知道我100多正常吗？60元，不可能有200-300的，不可能的。聊点别的，好，聊点别的不聊了。什么？反正就是洗脚嘛，对不对？反正他们就是去洗脚嘛。20我帮你洗呀、啊，我帮你洗。嗯，好像不太好吧？这样子凡哥会骂人的。好，而且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
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凡个人很好的，凡个人很好的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欢迎各节目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然后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给我点一下关注。然后要看放什么吗？是吧？有没有给我点关注？给我点一下关注。然后我给大家下了哈。没有给我点关注，大家给我点一下关注，我给大家下了。给凡哥洗脚啊，会不会有点尴尬，哥姐们？给凡哥洗脚会不会有点尴尬？如果不会的话，可能不能？好像不能吧？好像挺尴尬的，是不是挺尴尬的？不尴尬的话，不会吗？啊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可不可以给凡哥洗脚，哥姐们？我给凡哥洗吗？啊，可以，秃有风哥哥，可以让凡哥给我洗吗？罚他给我洗脚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哥姐们可不可以罚凡哥给我洗脚？这个可不可以？那太不好意思了吧，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都打可以。啊。把他给我洗脚，你这主意出的太好了，还有没有更好主意的，哥姐们？还有没有更好主意的？啊，这个主意好是不是？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，可以啊。可以，那我就让他罚他。罚他洗，或者我给他洗，你给洗收费，牙这么齐，很多哥姐姐都这么说的，很多哥姐都这么说的，个人不介意你给他洗，啊，不介意我给他洗吗？今晚直播给你洗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同意，但我会不好意思，哈哈，我同意，但我会不好意思，怎么办？我不好意思，我会觉得很尴尬，这样子，不给他洗，是不是？是我的牙，是不是那个字是什么？那个字我不认识，让他给你洗脚，好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他走了没走，没走的话跟他说一下，凡哥，回宿舍了吗？不知道。你在哪？我不知道哎，让他给你洗。你怎么知道我没走啊？你走。跟你说我走了吗？你走啊。我不走了，我不舍得走。你好点了没有？没有，哥姐们说让我给你洗个脚。啊？你不是很喜欢洗脚吗？算了吧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洗吧。你很喜欢洗脚的吗？我给你洗。我不可以给你洗脚，但是可以那个啥，可以带你一起去洗，叫他给我洗脚吗？我叫他给我洗脚吗？我今晚带你去洗吧。要不要他给我洗脚？我带你去洗，好吧。你给我洗。哎，你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宝我去拿着。你给我洗。那凡哥给你洗。要凡哥给我洗啊？你们开玩笑的，哥姐们，这节奏太大了，这节奏太大了，他不能给我洗了。来，充电充一下。那今晚直播让凡哥给我洗脚。可以。那我们就早点下播，好吧？好。哎，那你就刚才到现在你都没有卖货吗？没有啊，我卖什么货？我们不是专门。就是那你去卖货的吗？我要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？那难怪你妈天天不欢迎我，每天都带你去，来找你都没有带你去卖货，都没赚到钱。我要下直播了。还好我刚才还帮你卖了试衣单，还赚了几十块钱。我要下直播了。哎，那现在不生气，这个是给。我这个我不要，这个什么东西吗？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喜欢吗？不管什么你都会要。我不管什么我都不会要。一个盒子装的肯定是很贵的。哪里？肯定是。反正你把说的不管它是什么，
难道是便宜的你就不要了吗？你肯定很贵，很贵，我不要。不贵，很贵的，我知道的。盒子装的东西一般都贵。不贵。打开看。小玩具。小玩具，我不要玩具，我又不是孩子。你收了，收了，收了嘛，收了嘛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你拿去退掉，去哪里买的，去哪里退，不收哥姐们，那应该很贵的，那个应该很贵的。啊。啊。你要不要卖货？不卖货的话，就去休息。行。那去休息，晚上再播，好吧？不收，嗯，好。那我们晚上再见。啊，晚上我们不好意思，今天一整个下午都没有给大家带货哈。晚上再见哈。看一下。赶紧带二去休息。啊。不看，让凡哥拿去退了。好，拜拜，哥姐们。